那个，我们接下来走一下这个互动环节，互动环节的流程。我怕你们承受不住我的。这是我们复工的第一个舞台，我们肯定会200%，1亿的去完成好它。我要让你砸他！好久都没有带这个开我们的腰包。有那种感觉，但是不少人关注。因为我们跟 boss 们云直播也是非常赞，有那种 feel 是完全。赞，这里这么有劲。喂，一二三。还是应该再试一点，再大一点。不是说那个耳返了，我得先试一下，让孩子上台试一下。哇，十万当中来在他面前就是我人生全部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至少再给我一两。你说好，开始哦。如果下次遇见你，希望是在晴天里，要对你说的话，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。就算很远的距离，也要紧紧抱着你。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，照在树林里。晴天里，要对你说的话，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。就算很远的距离，也要紧紧抱着你。
좀 더 앉아 있을래? 如果下次遇见你，一定是在晴天里，要对你说的话。因为唱歌时候你们三个人不是对，开场嘛。哇，他们三个艺人更满一点吗？哇，文章艺人，他们三个是素人。哈哈哈哈哈。이렇게막이런느낌잖아还有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来应援，举个手就完了。啊，不会 ，sorry。이제앉지말고가야된다춤만춘다고표정없으면안돼좀、네네、진지하게여기여기딱잡아줘야돼几分钟吧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聊天的场。各位老师们辛苦了。姐辛苦了。各位老师们辛苦了。